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呢，我要为所有的 Super Mommy 们带来倒转时间、永葆青春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？就是服装。透过对的服装，可以让你倒转青春，越来越美哦。我知道很多 Super Mommy 们，你除了要照顾家庭之外，你可能还要工作。对于职场的女性，你可能习惯了穿裤装，但是裤子不见得能够修饰你的下半身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像这样子。色彩的条纹配上 A-line 的裙子，而这种 A-line 的裙子，如果你是小腿漂亮的人，你看它可以完美的修饰我们的臀部还有大腿的肉肉。你也可以挑选这种运动风的款式，一件简单的轻薄短版的运动夹克，上半部的镂空，再加上蓬蓬的小短裙，它可以修饰掉臀部的肉肉，让你看起来充满了活力。夏天穿白色是最舒服最清爽的颜色，但是 Super Mommy 好怕白色，因为觉得白色会膨胀。在这里教大家几种白色的穿法。第一套模特儿身上的这件半袖五分袖的棉 T， 它透过了 V 领的剪裁，合身但不贴身。然后这件热带花卉的短裤，中腰的设计刚刚好挡掉大家烦恼的小腹。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腿不好看的话，没关系，你看它同一块花布也有这种宽版的裤子的设计，或者是你可以透过今年最流行的镂空的蕾丝上衣，配上白色的不规则剪裁的圆裙，这种全身的白放松身体的线条，就好像看到这两套模特儿身上的穿着，你是不是觉得好放松哦，好想去度假呢？透过对的衣服，绝对能够帮助你逆转时间，逆转青春。